你好吗？还记得我们在叉叉叉里边学的六八拍子吗？在这里呢，有很多的同音反复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加多的强调用手指来弹奏断奏的音型。第三小节的同音反复是这首曲子最难一个难题。很多弹琴的人一定会屏住呼吸，咬紧牙关把它弹掉，但是放松还是最关键的。你一定会注意到，我用手指不同的部位来击键，使得这三个音有弹性，而不会粘在一起。从第十小节开始，左手还有一个旋律线，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？这跟我们前面谈到过的左手旋律线有相同，不过这一次呢，旋律线是在大拇指，而不是在小指。但是一定注意了，在第13小节，左手的小指也变化了。第三册教材的学习又结束了，我们在这册里边学会了对曲子结构的分析，知道了乐句、乐段等知识。如果把它们利用在以后的演奏中，大家就会发现，其实很多曲子看来很长很难，不过都是在一个中心上变化而得来的。在双手交叉、跳跃的和弦等曲子中，我们对和弦又有了新的了解。除了巩固我们知道的三个和弦之外，还了解了它们的变化形式，以及各种弹奏方法。最后几首曲子里，我们又练习了同音断奏。八分音符的断奏呢，要求我们的动作更加小了，要有更多的手指。或者有时候需要手指、手腕结合起来用，在所有的曲子里边都用到了一个重要的音乐语汇——落题。这是我们在这一册书中学到最重要的东西。落题这两个相反的动作，要弹得落有落的重量，提有提的轻巧，强烈的对比会使曲子更精彩。它们的顺序也有很多变化，可以先落后提，也可以先提后落，还可能是两提一落。而曲子里的重音呢，有可能在落上。也有可能在提上，要让落题弹得更加自如，我们的手掌手腕就要充分放。